十片的口罩，赤色的消毒液，新竹肉燥的调味米粉，大家同舟共济，相互合作，一定能克服疫情。今天收到关怀包，真的是第一次这么深刻的感受到来自国家的照顾。大家好，我们是假爸学员。今天这集不耍智障，因为我们终于收到来自台湾的关怀包。那关怀包是什么呢？关怀包就是台湾政府为了身在异乡单打独斗的留学生所准备的紧急物资。老实说，以现在的情况，在日本要买到口罩或者是消毒用品，不是买不到，就是很贵。然后让我们觉得最贴心的就是每一份关怀包都有放一份来自台湾的家乡味。那我们现在就以感恩的心打开这个包裹，一起感受台湾慢慢的爱吧。Go！哇哦！哇哦 ！What？ 有一封给同学的信。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各位同学好。五月黄金周刚结束，春风初起，原本校园应充满新生欢喜与救生热情及时机。今年却因为武汉肺炎，于日本及全球各地蔓延，许多学校尚未开学或是以线上授课，校园并未开放。加上日本于四月七日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生活作息多少受到影响，为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本处特提供家乡的食品及防疫物资，以解同学们思乡之情，并做好个人防疫措施。随着疫情变化，若有同学不幸确诊或被指定为浓厚接触者，需得医师，请务必与本处联络，本处将尽可能提供各项协助。大家同舟共济，相互合作，一定能克服疫情。Let's go！ 然后他这里还有一份参考资料是，哦，它里面好像有附这个商品。哦、oh. ，就他会跟你介绍哦，这边你看，试射消毒酒精一样。哦，我现在来开，它附有我们十片的口罩，十片口罩，试射的消毒液，还有那个干洗手凝胶一起放在里面。嗯，而且它的试射消毒酒精液有58%哦。重点就是它送了新竹肉燥的调味米粉。然后他说，在5月22日以后还会再寄送额温卡，还有口罩减压袋一副。今天收到关怀包，真的是第一次这么深刻的感受到来自国家的照顾，真的很感谢，而且很感恩。如果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然后也想感受到来自台湾满满的爱的话，5月18日日本时间上午11点，请至台北驻日经济文化处教育组的网站填写表单。那我们在下方的资讯栏会附上网址，请大家点选。影片结尾，我们要再次感谢来自台湾满满的爱，谢谢台湾，台湾。